啊，各位同学，咱即摆开始继续上课吼。哦，请咱大家吼，用迅速赶紧上座吼，赶紧来。咱过一分钟再来开始吼。好，不然先。好，OK。咱今仔日，大家台湾民政府所有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高赞。咱真欢喜，即届会当伫遮同齐来讨论吼，同齐来学习讲，伫咱的台湾内底，拄要开始，咱听着即个课程，咱会想着讲台湾人吼。上惊毋是惊讲死去，人吼上惊是惊做困去，上较严重。因为当一个人伊若袂晓思考的时阵，伊的思考性若是怎变做甲死去共款，也是困去，那么伊的一生内底，拢真侪物件着改变。伫咱台湾，拢从来毋捌人咧思考一件叫做伊的地位。因为咱互啥物货来取代去，就是拢互即个。曾经捌有一个人讲，台湾敢若有迄个灵位啦，吼，逐个人拢注重因家己厝的迄个新厝牌啊。将来无人咧注重活人咧生存的即个地位是啥物款。那么若安尼落去，一天过一天，一日过一日，咱会变做啥物款的社会？开始。咱的思考拢是加一个区域性的尔。你敢无感觉讲，伫咱台湾，所每一个人的思考，伊的思考方向拢总是变做是一个区域性。伊所想到、所看到的代志，拢总是区域性。伊袂去想讲奇怪，外国安怎看？伫别人的眼中是安怎看？吼，所以咱直接开始进行。我来邀请大家来先欣赏一首歌曲吼，这叫做《故乡》吼，《故乡》是日本的囡仔唱出来。每一届我若听到这首歌曲了后，你会感受真深，讲奇怪，因是安怎会发大唱出这种歌声？毋是水甲歹，是听起来你注意听呢，吼、哦、意思。等下我会用来解说迄首故事。小さな光が
咱拄开始看到这个歌声，伊内底歌词，伊叫做《葫芦沙岛》，就是故乡。是安那我要用这来做起头吼，因为伫故乡的名词内底，伊是一个足简单，但是若经过，咱的解说，咱的故乡是一个变款，因为我相信，若伫中华民国教育内底的人，伊对着故乡的定义，拢会想到一件代志，叫做万里长城。中国迄个真伟大的建筑物，因拢讲迄是足伟大的建筑物，万里长城。啊，伊讲长城以外是故乡，好对吧？咱嘛唱一首歌曲，就是讲万里长城万里长，长城以外是我的故乡。所以这个故乡，咱伫对着故乡的这个疼，你变哪去甲疼惜？因为唔是咱爱疼咱的故乡，是因为咱的故乡到底伫倒位？伊甲你讲的头壳，迄个故乡是伫迄边，迄边到底偌远？唔知影。啊，但是你捌去过无？请问，食捌去万里长城底下住过一年以上的，大哦，唔是干那去佚佗转来安尼，迄咪故乡哦？故乡的意思，就是你伫遐住过真久，来离开，再过转去，迄叫做故乡。像讲我较早住伫倒位，啊，即马离开一两年，过转去，讲啊，我伫迄摆伫遐大汉过，我伫遐出世，迄叫做故乡。啊，毋过咱拢毋捌去过，毋捌住过，连看嘛捌看过，连眠梦嘛捌眠梦过，竟然讲迄就是咱的故乡，所以。一日过一日过了后，你可能唔知讲，咱的台湾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将来无甲咱介绍讲，咱的故乡有一个真悬的山，叫做玉山。安尼一天一天过去，过到落尾，咱若阁困了、未精神的时阵，咱就爱较紧。咱台湾民政府的这个课程，就是要叫咱大家头壳爱精神。爱精神起来，因为我看到顶几天有一个新闻，伊用到一个新闻甲做开头出来，一个太太，伊感觉伊个先生、伊个翁婿吼，拢无要提钱转来，然后转去定一个规则，讲哦来开始，即摆你若转来厝困一工2000块，吼啊食饭偌济。啊，辛苦一届80块，食中昼顿偌济，啊，同拢啊讲话，连因囝讲，你若要甲我讲话，20块，伊甲定迄个规则出来。结果，我知咱有知这个新闻无吼？这个新闻一出来，大家拢开始讲，安尼敢那袂歹哦，吼，使用者付费，啊，所以这个翁婿，看看老尾怎讲，啊无，哦，哪有人安尼？我倒来厝。睡一天就要还要多少啊，创一个什么会事都要多少钱，没多久他去警察局跟埋怨那个警察怎么把他某叫来说，这样啦，我做一个公道，20000块吃到饱，好，这样好不好？20000块吃到饱。结果这个太太就认为说，不错哦，好安尼一个月好20000块，互你吃到饱。啊，大家就安尼圆满来个结束。新闻嘛开始甲报来讲，这个警察局长真非常优秀，会晓处理台湾的问题、家庭问题的纠纷，伊甲处理掉。恁感觉处理安尼有好无？哈？真济真好吼，马兰讲真好，马兰讲好，无要紧，咱来另外思考。准讲这个问题若是有好，安尼后盖咱台湾的社会拢规矩甲定安尼好啊，啊定安尼落去吼，拢袂纠纷，因为明文规定，全部拢创啥啊，拢真好，吼，反正着钱拢爱直直要变，啊，即摆若等于甲厝，哦，啊着要用记账，还是要刷卡，还是拢会使哩。但是你敢无想到一个问题？
等于讲，无予你两万块吃到饱，啊，这个负责人因太太嘛认为讲，安尼吼，算加两万块出来，大家拢认为安尼就是好啊。但是伊无想着讲，这个太太，这个负责人，伊爱维持一个家庭，伊爱立房贷、厝的贷款，佮饲囡仔，啊，佮创啥，啊，伊去共做工课。去共安尼用拼死啊！去共做工课，才一个月两万块，伊用来维持家庭。结果这个翁婿伊是咧走拖拉机，所以伊用六万块，啊一个月给伊两万，安尼多奖四万块，分了敢那真公平。问题这丧失的是真严重的代志，叫做人权。这个翁婿伊丧失了伊一个家庭概念，因为伊无责任。咱维持一个家庭，唔是讲我一个月赚偌济，我提两偌济，互你就好。敢袂使用安尼来做一个比如袂使哩？因为一个家庭的健全是爱专心专意来去付出，不管有偌济，夫妇都是爱同齐去甲这个家庭甲请用起来。因为这个翁婿认为讲，我都提两万块转来，我的家庭责任就。安尼就好啊！咱若负责人，咱若查某吼，也该嫁这种翁某嫁，这足了然的。因为规个拢放了互你拖。但是，佮第二种，这个太太，你感觉伊的想法都会唔对？伊袂遐个要求讲，歹势，这个厝是虾米人的？我的吗？还是你的？还是大家的？安尼归去，那我会甲讲。假使讲我若是迄个太太，我会甲讲安尼好。当有一日你若无法度去趁钱转来的时阵，你死去，我无要甲你带哦。啊，那你若老，你若去住安养院，我连插你都袂插你哦。你爱家己去看路边有通困，你去困。吼、哦、啊，该若无钱转来，咱是毋是永远大家拢无关系啊？伊毋知加一条落去，吼、哦。大家在争吵讲，安尼好，这个先生你拿起来，你拿逐个月拢提两万，我就给你两万块吃到饱。啊，若做讲无的时阵，啊，该你拿过往去，啊是讲你咧卖讲过往去哦，死去还佫较好解决。那有一天你无法度做工课，啊，你拿伫遐啊牙乖啊，啊个人甲你服侍时阵，歹势服侍一个月，照安养院的收费标准，啊，你有法度无？啊，若无我卖哦。好、哦，阿阮囡仔嘛无要插伊，伊无想到遮来，这丧失是伊人权的问题。这个负责人是安那陷入一个做奴才的想法，因为奴才奴性的教育，让伊感觉讲，哇，我如果加两万安尼好啊，我安尼甘愿啊。伊无想到讲，这个物件到底是你爱甲我同齐来去服从的，来去付出。所以伫台湾，你注意甲看，讲实在话，一人顶多去用骂，啊那用骗，安尼一届佫骗过一届，你感觉这个人真好。所以伫这个都开始邀请大家欣赏这个故乡。伊个定义就是讲，你看后壁写着讲，这个故乡的定义是你甲我手牵手。同齐来改造、来建设，这个故乡是有你，这个故乡嘛有我，这个故乡有咱的心伫这个所在，这个所在就是故乡。请问咱伫台湾，以上这条件敢拢无符合？有，台湾有你，台湾嘛有我，台湾但是欠一项，咱的心够藏伫遮，无，咱的心藏伫那边的中国，因为咱互骗去。人啊，一个物件给你，你就甲当作这是真的。那像讲中国祖国的领土，人讲台湾到底是虾米人诶？伊讲台湾就是中国固有领土。哦，那这句话讲起来真严重哦，非常非常严重。那安尼讲起来，我请问大家，月球虾米人诶？哈？阿姆斯壮诶？唔是啦，中国诶啦。因为嫦娥早就去了，吼、哦！
伊用神话就冲啊，甲你讲，因为阮的嫦娥甲一只小白兔早就去了呢，阿姆斯壮才过几年后才过去哩，所以若讲固有的领土，吼、哦，哎，阮早就去了，伊用安尼讲啊，但是感谢安尼，你讲的迄是讲梦话吧？吼、哦，这是无可能，所以咱第一件爱注意就是讲，咱的人权，咱来看这个人权，我从台湾。唔捌度过万国公法内底，将人权的条文甲提出来了后，发现讲原来伫咱台湾已经生活甲遮尼好，啊，毋过咱拢去互安尼乌白违过。第一条，你看到讲人权的定义是讲人出世都有自由，伫尊严甲权利上一律平等，伊应该要有理性甲良心。甲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，咱伫遮来看这个代志吼。人出世都要有自由，过来尊严甲权利拢平等。伫讲到这项，咱的出世敢有平等？迄是你唔知影的无平等。前几日新闻内底讲，人若出世平等来讲，伫几日前。咱的天气真冷，有一个爸爸，伊为着要予伊个囝、予伊个某，会当去洗烧水去共偷个家属，啊，偷个家属了，去予抓到，有两种看法。第一种，就甲伊认为讲，哦，这个偷摕物件，安尼敢对？敢那唔对？第二种，法官讲啊，因为吼，伊做这个代志吼。这个代志是安尼啦，这就是伊为着伊个无奈吼，所以甲判无罪啦。啊，然后佫迄规定的警察吼，佫奖出500块，啊，甲伊讲啊，你看，阮遮个警察足有贴心的，啊，所以吼，佫出钱予你会当生活，啊，佫来法官嘛甲原谅伊，啊，就安尼甲解决。恁有发觉到这有倒位无解决到？平等的问题，尊严甲权利。伫英国内底，你若看因咧摕伊咧领救济的人，我若看到因咧社会福利实在讲的吼，有当时啊，咱的人权甲差足济。因为伫台湾，大家拢认为讲甲报道落去，哦，这警察做善事真好，哦，一个真水的假象。啊，法官嘛真有慈悲心，哦，真仁慈，啊，就该判无罪。但是实际上，那迄个法官伊爱开始做一件代志，伊爱起诉什么人？伊爱起诉政府，讲你哪去给你的百姓安尼要个啊无烧水他说，你哪无照顾到伊的人权？哦，这大家起诉落去，可以去感觉讲，对吼，这安尼哪啥像，敢那唔对哦。过来，伫阮家头前，我要出门的进前，转一条路，甲你乌乌咧，啊，佮乌白，甲你糊糊咧，啊，就总安尼好啊。但是有一个新闻伫南投，有一个新闻看到讲，一个老爸，一个爸爸，啊，带一个查某囝，啊，伫遐咧做一件代志，啥物代志？看到空，啊，就去买，家己出钱用。迄、那个去买点仔胶甲乌毛土，啊，着去甲补补咧。啊，一位补一位补，媒体记者看到，嘛去甲报道，讲哦，你甲看，这个爸仔囝吼，因妇女，你看迄个小女生才读国小四年，着照疼心。哦，甲因爸爸咧做善事，啊，伫遮咧补遮个工课，补甲落尾。啊，你感觉安尼对无？这个通工课，啥物人爱做？嘿，伊个。媒体过去问到因的建设课，我感觉迄改做建校课好啊。迄真正啦，我做课顶我建校是，因为补路是啥物人爱做，是咱爱去做，啊哪去有一个人咧做，啊做了佫改讲哦，你看伊佫迄个课顶佫出来讲话哦，讲袂歹哦，这个爸仔囝行为值得人家学了，啊大家敢要笑话伊，安尼阮家头前嘛破一空，是咪爱通知来补？吼、哦，归去安尼较紧，无免要叫到当时来报，对无？我爱较紧敲电话，予迄个爸仔囝讲，阮家嘛一空足大空的，
啊，毋是普通大鸟，是一窝哦，迄叫做一粒哦。哦，迄你看爱去买较济咧哦，无即你若用钢诶，可能补袂空，补袂起来。安尼伊敢要来？当然无法度啦吼。所以伫即个看咱讲，人权是法律上每一个人爱用啥物货心情兄弟关系诶精神相对待。这是才是真正人权啊！咱敢有用到这个物件，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，这敢那真少吼。咱的法条拢像规定出来，啊，就是要做人去做。因为安那讲，伫国小的老师内底，常常拢教学生囡仔讲，恁吼搭公车爱。排队对不？啊，不过我看这老师呐下班的时阵吼，哦，咧冲去的速度比这学生较紧，伊冲第一个，去到遐惊占无着位，较早的火车吼，迄塔门是会使开开的，所以伊较紧，伊看到位，伊惊摆袂起哩，伊较紧将伊的脚棒怎甲为塔门甲落来，讲这个位我占着啊，啊，等下再慢慢仔起哩，较严讲这我早就占着啊。伊用这种情形，敢有兄弟姊妹的精神相对待？敢那无？但是伊在讲的时阵是讲甲爱排队吼，遵守交通规则，爱有一个迄个伦理。但是伊家己却做袂到。有一届，我拄到这个情形，我甲遐学生讲，甲伊脚板关起来，然后甲囥在边啊。啊，伊若问的时阵，伊脚板伊就甲关咧，迄个老师脚板嘛起来。伊讲，这位我早就占着啊！啊，我怎啊甲伊讲，老师，这位吼，你为他们安尼讲占呢？安尼敢对？吼，你是为他们讲落你的脚棒入来？甲知吼，迄脚甲提单掉，讲无啊，我无看啊！吼，甲判给你就好啊！这就是台湾的造成的竞争内底，大行拢为竞争开始，吼，你感觉讲哇，咱唔知要创啥？煞变作你无竞争，你无咋生存，这就是咱人权上的欠缺。过来第二项，伊讲着讲，人人有资格享受本宣言吼，就是讲咱所记载一切权利甲自由，无分肤色、性别、语言、宗教、政治甲其他见解、国籍、社会出身、财产、出世。也是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。哦，咱先看到人迄万国公法的人权，伊讲着讲袂使因为皮肤的色无共款。但是讲到遮，咱常常拢几十年前，我看到，因为我伫部落内底生活几十年，我伫罗纳部落生活差不多将近十年内底。我看到因的心情真无拄好，就是讲，规个人看到南投遐个官府去到因的部落，每一届甲因讲着讲，恁遮谁人那拢谁人那歪对因较好咧？谁人恁家伊的补助款，伊讲歹势，因是还啊。好，我讲啊还啊，定义是安怎？因的皮肤色甲咱无共款，啊有影哦。啊，敢袂使因为安尼来甲做无共款的？区别袂使哩。我甲伊讲，伫咱台湾遮个人，你嘛是相像。你毋通叫是讲，你伫台湾哦，咱着较高等。有一个人佫比咱较高等，就是因中国来遮个人。伊骂咱啥物话？伊讲恁遮着是台巴子。因为我们都是什么？迄有一个官员讲一句话出来，你毋来听，你来足生气哦。伊讲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爷们。哦，即句话爷，你啥意思？阿公迄个爷们，伊就是讲，恁遮个人拢袂使甲我讲遮个代志，因为我们是爷们。哦，安尼哦，伊用安尼讲哦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用遮讲出来了，看到咱台湾啥物拢无人去甲抗议，干那都甲一直甲骂，佫一个人，伊嘛讲，我们都是台巴子，佫特别一个骂声是，伊敢无因为肤色性别？无共款来个改变，有哦，因为伊去到一个部落内底，伊讲啊，我把你当人看了啊，
哈、哦，一个姓马的先生，伊去甲人遐讲讲，啊，我已经来了啊，啊，我以后我若动算，我会甲恁把你们当人看，会讲即句话，敢若足奇怪。你敢袂讲是安怎人权内底袂因为遮个物件来改变哦？包括语言，哦，那古早我若讲用即个台语讲话吼，人拢会感觉讲啊，你这水准落伍，对无？拢会讲你这个水准根本就是低落、低俗。请问，我唔是要强调这个台语，还是啥物语？因为语言是一个尊重，不管你讲啥物任何语言，伊拢是爱受到这个尊重。但是，伊甲咱的华语叫做国语，全世界无人用这种区分来讲，这个是国语。啊，所以变作讲。在这个代志内底，咱的语言去用讲啊，你若讲台语的，就是较低咯，较无好。啊，毋过咱也真正甲看讲，咱伫各地方，你有发现一件代志无？咱的县的行政区的骨内是啥物？县吼，比如讲县政府，伊拢写一个吼，啥物会啥物会县政府，啊骨内迄个基层是啥？乡镇什么会？伊敢讲叫做乡镇政府、乡镇市政府，还是伊拢甲你写讲迄个什么所在？啊，公所。请问你会当解释公所这字的意思是啥物无？啊，对啦，甲这差不多啦吼。你敢袂感觉讲，伊甲咱台湾行政区域，互你上基层的，甲你讲啊，这就是公所，公所就是公共场所，共同公所在，啊，共同所在，所以你做嘅代志，乌白来拢无要紧，敢无影？这讲起来是真奇怪，是安那？我看到全世界，互伊骨较安那细，伊拢吼，像以美国来讲，伊一个州。就是 state government， 啊那郡 county government， 啊那市嘞 city government， 啊个类，人伊拢用一个 government 政府来做伊的行政单位，但是咱的政府较多一点，较官 county， 个类都没有了，就是变成公共场所啊，啊你要启动会使。啊！那公共场所，大家去选个遐欢喜，迄选到唔是咧选乡镇长呢，是咧选所长。好，因为伊是公所，啊，迄个所就是所长，定义就是安尼尔。所以伫人权上，你甲看讲行政的甲国际地位无同款，啊来区别。人伊讲吼，这个行政人权，就是讲不管你是倒一个国家，好，啊就是讲无论。领土也是独立托管领土，非自治领土也是徛伫任何其他主权受限制情形之下，拢总袂使有所区别。哦，即句话我看了吼，真正目屎流出来。伊只写甲足清楚，人权哦，人权就是讲袂使因为所有区别无共款，不管你的领土是独立托管。非自治领土，也是徛伫任何其他受主权限制情形之下，拢总爱受到人权的自由。按过你看咱台湾，你敢袂感觉足奇怪？咱的台湾常常听到真侪出国的人，尤其去泰国、去菲律宾、去足侪东南亚遐国家，伊每一届你讲起来，我感觉讲，因拢常常。家己去旅行，一个人迄种的，当然拢哦，也要惊死。伊讲吼，进前新闻冒一个人，伊讲去旅行的时阵，去到泰国，啊，泰国伊看到咱的护照，伊甲咱讲一句讲，这内底爱藏偌济钱，100块。伊甲你暗示讲，你这个护照内底爱藏100块美金。伊阁提出来甲你顶吼，讲你爱藏即种钱哦。啊，那无咧，无吼，伊甲你讲，安尼无来细间房间。啊，细间房间，伊大概想讲，我咧管你咧，因为我是一个人权的国家。然后，
伊用着遮物件开始要去甲伊争取的时阵，伊才发觉讲安尼唔对啊，因为吼，你出国敢着阁另外100块甲藏咧，互你通关过？敢全世界敢有安尼无安尼哦？全世界袂使因为你的领土地位无同款，然后变作无同，袂使安尼。但是咱台湾有诶真侪倒来吼，看到遮倒来，这个新闻就爆出来，竟然有人伫遐讲啊，伊都戆戆啦，伊都袂晓，迄100块美金尔也毋敢开。哦，咱台湾人有人即种声音呢，伊讲你若去到泰国去红侮辱的时阵，你就较紧的100块甲藏落，啊，就等候伊，啊，伊就互你顺利过关。请问，伊甲咱教讲，连100块美金你都唔敢开，你咧哭，即敢哭甲无哭的问题？咱开100块美金，损失财务无大劲，是连你的人权拢无去，伊无想到，这是咱作弊啊的所在。所以，伫即种制度内底，就是要甲咱讲，是安怎咱即马渐渐爱去思考，啥物叫做人权？有个人咧甲咱笑讲，咱这个台湾民政府到底是真啊假？啊！大家拢讲这真啊假？恁算迄是到底算真啊算假？大家拢用算来咧，甲你判断讲是真诶还是假？啊！毋过大家互这个假象，你感觉选举迄选真啊选假？选假哦，真正诶，这选举是真正选假哦。安怎讲？你若知影全世界吼，若选举，尤其美国、英国、法国，因遮呐。你若去共买一张票吼，这个人绝对袂掉。因的选举吼，你若去共买一张票哦，用钱讲，啊无卖用钱啦，用别项讲，啊无我甲投予你吼，啊你甲我选一票，我相信这个候选人绝对袂掉。过来，第二项，伫台湾中华民国的选举，伊敢有公平性？无公平，有钱的人一工请几百台宣传车伫遐哭哭说。啊，无钱的人都无广告，我嘛在想这个问题呢。奇怪，安尼若有钱的人都会调呢，啊，若无钱的人都免调啊。佫较有较大抱负，较有较大理想嘛，同款啊。你都选这个选袂调啊。啊，毋过我甲看外国因的选举，因的选举方式是有咧宣传车无无。将来我看因的选举，佫较大选举，美国总统的选举，还是甚物货，拢无人咧用宣传车哭哭说。因的选举方式是起来辩论，用辩论的媒体甲报送出去，啊辩论你参加，啊去辩论，安尼尔。啊，佫来，咱这选举敢若一直咧满足选民的方向。哦，若讲到这，佫真正读个乌一遍。这真正实在是，我捌拄到。十几年前，我看伊个广告车，佮广告佮足好势。某某候选人，清清白白的买票。哦，安尼，敢安尼讲哦，阮绝对清清白白的买票。啊，即种话，听着大家讲，哦，对啊，人迄买票拢清清白白。哦，所以咱来选一票。买票讲迄清清白白的啦。啊！那工程都转转业业的贪污，就变作吼，安尼利润较无拨对别人去，敢袂使讲这种话？但是真侪人头壳伊就是讲啊，伊这人买票足清白，所以咱来投一票，啊，就真正甲投落，啊，结果佫掉。这就是真侪无共款的所在。咱的人权伫选举已经变去啊，啊，毋过咱拢毋知影，吼，所以过来，咱看。万国公法人权内底，伊讲人拢有享有生命、自由、甲人身的安全。那讲到这嘛，足真大的改变哦。伊清清白白买票了后，假使你若是无投予伊，伊用啥物物件？伊用着乌刀，甲你监控，你敢知影？哦，那阮遐选举，逐项都有咧，全世界吼，
可能敢咱台湾遮才有尔。你去投票哦，啊，大家去要去投票的时阵，一个那像兄弟啊，穿安尼，吼，本人啊好安尼食，啊，就甲你讲来，先生来一个，啊，就甲你满嘞，啊，就甲你讲话，就去边啊讲话讲讲嘞，啊，就甲你叫你去投，请问这感觉正确？伊甲你用啥恐吓？我讲爱甲你满去遐创啥？伊讲你若投几号，我拢知影。你莫投唔对哦，你若投予别人吼，啊，这钱你知啦吼，哎，甲你恐吓呢，啊，你有收钱，我甲你讲哦，你就是爱照安尼投，这敢有享受吼人权的生命自由甲人身的安全，拢无。咱呢，享受生命，有权享受生命，你知道这个生命的定义是啥物无？生命的定义，就是说所有人的生命拢总是尊贵。啊，毋过有当时我想得倒来，咱人的生命不如一只宠物，真正不如一只宠物。我发生过一件代志，就是说一个小姐，伊抱一只伊的迄个爱犬，吼，迄个狗啊，就对啦，吼。啊，抱狗仔去人个餐厅内底，啊，就共坐入去，伊个狗仔共囥个椅仔顶，安尼敢袂杀你？袂杀你哦。结果，迄主人甲伊问讲，甲伊讲吼，啊，真歹势，你这宠物吼袂使入来。结果，这个小姐，伊马上逼着一个隔壁。伊嘛同款去迄个餐厅，只是伊个穿着是另外去做餐倒来。伊甲比讲，请问我的狗仔较清气，还是这个人较清气？吼、哦，用安尼甲你讲哦。伊讲，请问我的狗仔较清气，还是你这个人较清气？伊就开始伫遐顶讲，我的狗仔吼，逐工拢甲送去做 SPA 啦，洗甲足清气、清清气气。你看这个人，安尼做餐倒来，垃圾里头，谁啊？你会当接受，袂当接受我的狗啊？啊，你知我的狗偌济钱买哦？哦，伊用安尼甲你提出。我讲，咱若台湾拄到这种情形，你爱真勇敢甲讲，你的狗啊是精神啊？咱毋是，我是人。你的狗啊，若出来讲话，安尼我就让你坐。啊，若袂晓讲话，叫伊去边啊。因为那是精神啊！在台湾前几日子，有二月二八迄天，有当时咱若甲思考这个代志，咱对生命够一个尊重。一直甲咱骗的时阵，你敢有去发觉到讲，在咱的生命人权内底够受到尊重？在咧纪念二二八的时阵，伊用一只中国的精神啊！咱拢讲伊真古锥。中国的精神啊，咱在咧讲多一只吼，迄只呢一入来造成咱台湾的轰动，大家就见咧哦，好可爱，啊，就去看去排队，但是伊无想讲奇怪，台湾敢无精神吼？台湾的黑熊敢无比较水？台湾的黑熊敢无比较勇？哦，水济咧，吼、哦，听讲台湾的乌熊是全世界。几只黑熊以外，有一个胜利，敢那独独台湾才有呢。吼、哦，啊，中国迄只精神是安尼乌白插，安尼就讲乌迄只真高贵，啊，一个月拨偌济粮草了食。台湾乌熊听讲一个月吼，食无1000块的食物呢，一只。啊，台湾的黑熊放咧世界走，无人咧甲保育。啊！你两只甲掠来比较，你感觉台湾黑熊敢无足高水个？看起来敢无较像咱台湾？咱台湾吼，伊、哦、台湾黑熊就讲，你甲看，我一届逐届出来，我代表台湾，我拢甲恁讲，我是胜利。啊！迄种中国个精神啊吼，毋知要创啥，我毋知影。但是伫二月二八迄天，伊用着遮精神去甲拜拜到迄个民主公园。
竟然咱安尼会接受，遐个人嘛接受，伊就是渐渐要互你头壳一直无去，无迄个意识。所以伫二月二八迄天，我看到真侪人造成高速公路塞车。哦，即我感觉全世界吼，可能无人安尼哦。你看伫希特勒屠杀犹太人、犹太人，迄杀死六百几万人。你看人因每一届迄天的日子，因的规个整个社会是安安静静。无人伫遐讲哦，咱拄安尼过一个和平纪念日，连咧拄啊三工四工的连假，哦，紧咧较紧来计划要来搭佚佗。人因迄天每一年拢做着因的犹太人、因的以色列，拢总去家己子孙迄天特别迄天拢爱倒厝内底去遐做一个祈祷。祈祷了后，爱家己的子讲，你毋通袂记哩，咱的祖先互人杀死。足济足济足济，你爱会记哩，唔通佫另外一届佫钓钓恁。你爱会记哩，咱爱这个国家。啊，咱的228那像变作连假，垦丁塞车，四个游乐区嘛塞车。听讲有一个游乐园要耍一个玩具，都要排三点钟，伊甘愿在遐排。三点钟内底，伊敢有去思考讲，今仔日是啥物日子？我想。伊个头壳干想讲，当时才排着我，安尼尔，其他拢无咧想。所以伫生命个享受内底，咱拢已经失去生命个定义是啥物？台湾感觉是真可怜呢。吼，你渐渐甲想起来，你若看到电视咧广告，台湾个秘鲁，人拢讲起做台湾秘鲁，台湾个乌熊，人讲起台湾黑熊。不能狗啊，台湾纯种土狗，吼、哦，迄嘛无少袂少钱哦。但是台湾人竟然袂使讲咱是台湾人，爱讲咱是倒位中华民国。独独干那咱人比遮个生命较不如，吼、哦！你看咱若出去国际社会，咱拢爱举一支中华台北安尼世界说。唔爱举一支台湾，讲我代表台湾，这就是生命，咱的定义无去甲看好吼。啊，过来，你看到讲，这条内底，伊讲任何人不得视为奴隶，也是奴隶一处形式的奴隶哈制度。伊讲任何人袂使予人做奴隶哦，哈，啊嘛袂使。那准讲有这个奴隶制度。跟奴隶现实应该应予以禁止。这句话你若甲看了真清楚，你会发现一件足严重的代志。台湾人的思考已经变作奴隶，吼、哦、啊！伊会接受奴隶的现实，咱有人甲禁止无？无，这就是人权。几啊年前。在台湾有一个流行感冒 H1N1， 唔知道是要讲咱无知，还是讲咱唔知影，还是要讲咱头壳无啊巧，还是随在奴隶的思想，就是讲媒体若叫你去做啥，啊你就去做啥。媒体若做迄、那个，尤其民视吼。咱遮若讲到面试，真正我看到迄个面试八点迄个物件，哦，人家看甲会感觉真好笑。伊全部所有的戏内底，对开始做甲即阵，我甲看甲落尾，拢总无一个对着社会正面的教育。尤其你若看到面试八点档，我大概看到遐戏吼，迄些是有够。够牛的呢！迄歹人做甲歹，佫整出来，佫一个比较歹，佫一直吼歹歹到过，佫歹到过来，啊，再佫歹到出去。啊，所做的就是拢做迄些高难度的外遇，我真正无法度。迄些迄种外遇的情形，啊，人迄小三就真严重啊！伊个这个小三佫插出迄个小三佫出去安尼，哦，来挖鬼挖，结果挖到倒来，佫甲佫倒来哭倒来家己。
啊，当然是卖安尼洗就好啊。迄就是高难度的一个，啊，若相拍，安尼迄个拍过迄、那个啊，所规工所看伊的剧情，拢总是抢财产。吼、哦，因的财产足好足奇怪。迄财产有差，用一个公文袋啊袋咧啊，规个财产就拢互伊摕去。咱拢无去思考吧，吼、哦。那像讲，但但剧情内底，我若看到，你威胁就讲，哦，你的财产拢伫我的公文袋啊内底，你若阁过来，我你的财产我要甲伊等咧，甲我底。啊，大家就甲伊讲，啊，唔通唔通唔通，你莫甲等咧。哦，我讲迄做你甲等咧，我过来请就有啊咧。遐戆着。所以，因的怪财产嘛，那怪甲足简单嘞。啊，人讲迄老遐奇怪怪法，啊，遐奇怪，干那咱台湾去用怪去，啊，其他拢无人知影。迄就是做着讲电视做啥，互你看，啊，你就是甲照安尼一直想落去。H1N1 伊够尊重人的生命没有？伊叫你去做 H1N1， 媒体叫你去死，真正咱足侪人嘛对你去死。因为伊叫你去注迄个虾 H1N1， 好、哦，迄、那个流感疫苗，你知影我讲那死一个，迄、那个报告是爱写一他，爱写讲这个死亡原因甲伊注这个无关系，爱先证明出来。结果你知道 H1N1 拢总死几个？现我知影，阮隔壁就死两个，阮隔壁哦，我捌的安就死两个哦，是媒体无报出来哦。但是媒体实际总报出来是42个，你知影讲，若外国死超过3个，迄个疫苗都爱禁止，袂使做啊。但是咱遮拢一直鼓励，啊，恁来去做吼，无这感冒丢丢会死哦。啊，媒体佫甲你报落去，大家惊到要死。连位妈妈嘛讲，到底是咪我甲我囡仔害死？伊个囡仔本来感冒安尼，就叫伊较紧去做，啊，伊就讲。妈，阮老师讲迄卖做啊，但是伊妈妈讲无做会死，紧去做啊，结果做咧真正死。啊，到底是咪叫伊去？吼、哦，伊妈妈嘛作自责，讲到底咱是要安怎做才对？结果卫生署刚出来解释，连一项解释都无。但是你去甲问一个算白院长吼，迄阵伊白院长，伊毋知是白痴还是白贼，我毋知，我拢叫白院长。迄、那个吼、哦，人家问讲，请问白院长，你有没有去注射疫苗？伊讲，我才没有那么笨呢。安尼有做无？安尼甲你讲即句话，你感觉有去做无？无嘛，啊无是安那，伊咧讲话拢叫大家去做，伊佫交代行政院的卫生署一定爱大肆广告落去。啊，结果伊甲你讲，我才没有那么笨。安尼即种情形一直对着咱的奴役思想。一直甲咱制作，啊，过来，咱的囡仔嘛渐渐拢受着奴隶教育。会记哩，马先生，伊拄上任有做一件代志，伊做迄件代志就是伊做总统起嚟了后，马上吼所有人民拢感觉真快乐，就是发行一个大富翁迄个彩券，有无？大家拢分一个大富翁迄个票，有无？哈。我拢甲讲，迄就是大富翁，就咧算大富翁迄个票，啊，就是消费券呐，吼。迄摕到的时阵，你敢会感觉迄是钱？全世界无人安尼，因为伊讲伫日本，伊讲伊是咧模仿日本的做法。日本的做法是，你的薪水若5万块，伊用2万块用消费券代替。啊，就是领3万块的现金，2万块的消费券，你感觉安尼有合理无？伊用公务人员讲强制安尼落去，啊，强制安尼要创啥？你摕到消费券，伊甲喊讲，你若当时开无了，你这钱无效去，所以大家拼死去开。安尼感觉会提升迄个经济哦。问题，咱遮毋是哦，咱遮是安怎？大大细细囡仔出世伫腹肚内底，拢总只要户口的，拢总一个人3000人。按摕到的来讲，有个人佫伫遐讲：“哦，咱的这个马先生有够好个，一上任就分这钱予咱开。”伊拢无想讲，迄钱是后盖只爱行，吼、哦、是你的子孙爱行呢。啊，伊佫想讲，有个人拄领到，你知影迄个分消费券遐个人，伊态度甚物态度？
恁吼，敢若看到这领钱，恁就安尼欢喜个呢？吼，恁排排好，排好啦，你安都那像甲你当作奴隶咧，甲你迄个，我就感觉讲奇怪，这国民党买票就遮牛，啊那着佫设一个店来大家买票就专门咧，本钱因专门咧呢。啊，谁那着佫开一个钱，啊着佫来设店叫大家去领，迄着叫伊挑啊卡落去分就好啊，分较少少。谁那那无安尼做，加浪费啊济。啊，佫要求人民若摕到消费券的人，哦，伊讲啊，恁拢袂晓要感谢，我看感着佫规日甲社主量阮，唔免吧？但是伊就是造成这个制度，互你看到讲，原来咱的做法就是一定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伊讲闹这个奴隶思想，咱就爱伊甲禁止。这世界讲的哦，世界人权万国公法讲的哦，但是咱才够人去做这个工课，敢那无？刷嘞！吼、哦，这是任何人不得用酷刑，还是用残忍的人道来侮辱性的待遇甲刑罚。啊，佮人人伫任何所在拢有权利互承认伫法律上的人格。即敢若台湾人无尔，其他拢有啊。你若去看伫法官面顶。等法官，咱来去法院，你看法官拢会甲你讲一句：“请你站好。”哎，请问吼，这句话对唔对？你不管是去作证的，去做原告、被告，你若甲徛呢吼，伊就甲你叫你站好。有无？有。迄法官拢会甲你讲：“请你稍息站好，立正站好。”哦，拢安尼哦。请问？在人格上敢会使呢？这就是咱今仔日讲的重点。在咱台湾，那像讲你若是行对法院去，种种所有的物件，你拢是爱听法官的，其实唔对。我若正确，法官袂使叫我脱衫，袂使甲我检查，大汉拢袂使哩。尤其伫任何所在哦，伊才讲。人人伫任何所在拢有权利被承认伫法律前，你若看到警察咧甲你临检的时阵，伊爱足客气甲你讲：“哎、欸，麻烦请你互我看你的后行李箱，好不好？”你若甲讲一句不爱，伊会使硬甲你开袂，袂使呢。按古咱家都警察可能无读到这句话啦吼，伊感觉咱想讲叫你开就开，你甲啰嗦啥物货？所以这就是引起人民的冲突内底，咱看到拢总会甲这无共款。法律是大家共同遵守，那无妨判讲你就是犯法进前，你的人格、你的尊严拢总爱甲你顾惜，袂使你讲哦，你已经吼，妨安怎啊，就是妨嫌疑，然后甲你造成这个困扰，拢袂使哩，吼、哦。好，这就是这嘛是咧讲到这个人权宣言吼，袂使有煽动甲种族的歧视，这拢袂使哩哦。但是伫台湾，咱看到这个条文吼，我知影这是真乏味，按过这是甲咱足相关的代志，好，包括好，即讲任何人不得以任何逮捕、拘禁，还是甲你乌白蛋驱逐出境，这拢袂使哩。过一点因为时间关系吼，我爱介绍较紧的，就是讲，伫这个物件万国公法内底，伊特别介绍到这项，伊讲，每一个人伫国内内底拢有权利自由搬厝甲徛去，吼，人人拢有权利离开任何国家，包括本国在内，并有权利返来伊家己的国家。咱有真侪人。第二次八事件发生了，煞无得返来家己的国家，这拢违反人权。所以吼，这点请大家一定特别特别爱记哩。伫咱咧过美国进前，咱就是用着这条赢伊的。是安怎？伫美国过来了后，我真有信心讲，咱这条路绝对会成功。因为，就是因为这句话，每一个人拢享有什么物件？
国籍，吼、哦，任何人的国籍不得任意加以剥削，也无也不得予人其改变国籍的权利。我讲这是全世界人权万国公法规定的哦，你唔通讲这是我家己写的哦，全世界拢咧遵守，尤其这点。无得好人啊，甲你改变国籍的权利。我看，那讲到这吼、個，咱这的感触应该爱真深啦吼。原地，咱是日本的国籍。你日本进前，咱敢有国籍？迄时阵殖民地应该是无国籍啦，都干那人安尼尔。但是经过联合国。1947年以后，伊就规定讲，万国公法内底讲，全部的人拢一定要有国籍。伊这人人是代表什么意思？好、哦，英语叫做 everyone， 无包括狗啊、哦，吼、哦，是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国籍的权利。但是咱看到这个物件，咱拢甲当作条文读读的。我相信在咱台湾咧学法律的人，无读到这条，啥物话拢会使袂记哩。但这条绝对爱会注意。当美国判断咱本土台湾人无国籍的时阵，无国籍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讲咱会赢袂赢，一定爱赢，因为伊只规定任何人拢总吼，你看伊只英文版就写讲，对吧？每一个人拢总爱有伊个合法国籍，袂使甲改变哦。啊，若要改变，是你爱同意哦。你看咱这个情形，伫世界人权内底，伊若讲到人权，拢是遮尼啊慎重，遮尼啊注意。所以，你看讲外国伊安那改变伊个人权社会，吼、哦。我特别爱介绍这个人，因为这个人是我顶年都才熟悉呢。这个马丁路德金恩，伊是一个黑人，伊叫做人权律师。伫顶年，阮去美国的时阵，我看到一个人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公园内底全部拢咧佚佗，吼、哦，咧互对啊对啊佚佗，但是我看到伊呢。幼稚园的小朋友，因的老师传的幼稚园的小朋友，底下来来来来来，我想讲奇怪，迄正面就伫遮，广场就伫遮，啥大家拢坐伫后壁去，大家拢坐伫后壁，是咪后壁较好耍？我怎啊对起甲看？原来伫伊的雕像内底吼，这是伊的故事啊吼，伊的莫紧，这个物件，大家拢坐伫后壁咧看。就讲后边是虾米？大家拢咧看讲哦，这个物件雕像雕了袂歹。我拄去嘛，看讲啊奇怪，正面就伫遮是安那，大家拢歪看头前，拢看后边。原来伫后面的物件，你看伊这三块石头是做伙。伊就是咧讲，这个历史，哈、哦，马丁路德金恩，伊为着要对抗迄时阵。因美国有一个法令，就是吼、哦，那黑人去予法院告的时阵，你知黑人爱啥物态度？伊讲黑人爱苦累啦，吼、哦，不管你是原告、被告，反正你只要黑人，你就是苦累啦。去法院就是爱苦累，双手抱头。啊，台湾嘛，敢那有另外同款。啊，结果这个人权律师，伊怎开始讲讲？伊得到诺贝尔奖，伊就是去推翻着啥物物件。伊讲全部黑人嘛是人，是安怎看到白人起来坐公车，都爱开始哭咧，爱都爱让位予白人去坐。因感觉这无合理，开始伊就怎招大家所有的人讲，无安尼，咱拢莫甲坐，咱拢莫甲坐车，甘愿用行，几十公里用行嘛无要紧。造成迄个运输公司煞惊一条，讲我安尼袂杀你啦，安尼咱会倒位哦，规个乌人啦，卖济咱真正倒位，怎改变个社会？这个金恩博士伊就开始替遮乌人咧做辩护律师，
伊咧辩护时阵，你看伊个姿势，吼、哦，你看这个姿势是啥物款的姿势？伊嘛乌人，伊去个法院，伊嘛歪苦咧，伊嘛怎啊插这个姿势安尼插咧？伊讲，我嘛是人，我根据万国公法的人权内底，我甲你徛咧讲话，就是爱徛这个姿势，我歪苦咧。啊，你看伊这个姿势真有威严。我感觉伊所做出来的行为真使人感动，就是讲，伊无因为安尼来赚大钱。你阁看到咱台湾的历史搭一个咧了尾来无？台湾的历史，我相信伊若开着职业的历史，伊的生活条件已经真好，绝对无破产这两字，除非伊家己乌白来。但是这个人权律师，伊一生当中全部拢替黑人咧拍这个官司，拍到落尾伊家己破产。等伊破产时阵，伊有看到这黑人准讲，若无人去甲伊讲，无人去甲解释，因这黑人哪当去用佚佗耍诶？所以伊真勇敢徛来，伊用这个姿势徛咧。你敢知伊这块石头，甲后壁这块石头？差伫倒位，好，这块石头，好，啊，甲这块石头原底是一粒石头内底，塔做伙，结果伊这个怎塞出来？好，伊为伊甲一粒石头吼，啊，怎甲塞一过出来？就是塞一个，好，你看中伊先啊，这两块啊中，迄块做伙，就是讲这个雕像本来是一粒石头。但是伊为石头安尼造出来，你看伊个后壁即句记载了后，伊记载着即句话，伊讲对十万中之山，吼、哦，造出一块希望的石头。对绝望的山内底，伊讲吼，原底这个法律甲这粒山是亲像钉壳壳的石头，要甲拍破是无可能，但是伊怎啊甲塞出来？伊为这个坑甲拍破了，然后塞出去外口，就是咱咧讲诶，哈，塞一个出来。我看到这个意义，感觉讲，伊伫真困难的当中，伊愿意用伊的性命，伊为伊尊重性命，伊尊重人权，所以伊勇敢怎出来，伊成功啊！台湾的听候就是咧听候这个，咱嘛是同款为绝望。虽然你看到咱即马中华民国甲咱管理安尼哩哩啦啦，咱是生活甲真绝望。啊，毋过咱有一日要为遮做出一个希望的石头出来，希望之石。哦，我感觉这个吼是咱大家爱努力打拼的所在。咱毋通讲因为无可能。在伊要做的进程，嘛真侪人相信，真侪人甲讲，金恒博士这无可能啦，恶人就是恶人啦。伊嘛听到真侪讲，恶人都恶人，何伊安尼一日过一日就好个啦，卖过遐吃破病。但是伊无放弃，伊用着伊一生内底，伊讲伊伫常常的祈祷内底，伊讲希望神会当看到伊这个希望的石头出来。伊是根据。神的律法来对这敲锤人权，伊嘛甲伊后壁的故事内底嘛甲大家勉励讲，因为咱有敲锤才当锤着，你若拢无去甲锤，永远就是一粒石头伫遐藏咧。咱台湾这块土地已经做石头房，空调咧空足久啊！我相信，搁伫无外久的将来。台湾民政府会亲像这个石头怎塞出来？这个塞出来的人，我相信是咱大家。就那像故乡的内底有你有我，有咱共同建设的所在，这就是咱的故乡。他可唔好去想你别位去啊！伫咱有一日，唔忙伫台湾代表性的乌熊，迄只真水的胜利的标志。会藏伫咱台湾每一个人的心中，这就是咱共同的愿望。好，请咱大家努力。好，以上甲大家分享，谢谢。
各位同学，下课休息10分钟。